斋睇车厢，相信全部人都认为是城巴。不过在外面睇，外表睇落去似一部冇咩特别嘅白色，目的地显示屏显示格式都跟一般港铁接驳巴士一样。车牌为 CH5389， 据编为550，呢部系代替之前被焚毁，据编为543，车牌为 V2830 的11.3米 E500。首先在出面看这部550，都是跟一般港铁大西北接驳巴士没什么分别。不过当在车厢就会见到依旧为城巴紫色内笼，但随处地方就可见贴上了港铁标贴。而现在城巴新车拥有的资讯显示屏幕则获保留。再到下层车厢后面看，车厢座椅仍是新创建式，充电设备仍获保留。太平门都没有改动过，不过又有些人说由于下层座椅不符合港铁标准，所以可能未来会更换。再到上层可见楼梯亦安装，提示人们上下楼梯时请紧握扶手的屏幕。上层车头电视机获保留，布站显示屏相关位置已贴上50车编，布站亦已改变为港铁格式。来到上层后面位置，可见上层全部座位仍获保留充电插口，除了车厢窗帘被拆除，车厢标贴为港铁标贴，整体来说变化不大。来到影片最后，俾大家听下呢部前城巴过档嘅港铁接驳巴士报站广播。Please move forward to the bus compartment.